大家好，我是德州理工大学独立学区的 Victoria， 现在负责休斯顿这边的招生。今年是我们第三年参加这个春节园游会的活动，在这边呢认识到很多学生，然后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网络课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那么希望大家以后也能继续来参加，更多的了解我们学校的信息，谢谢。